精良特效还原，如梦如幻九重世界，播放量与口碑节节攀升，会员拉动表现亮眼，实现 IP 价值持续提升。它就是2020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网剧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。恭喜，也有请两位发表感言。谢谢，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给了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这部剧这么高的荣誉。谢谢公司嘉行传媒，也感谢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全剧组所有的演职人员，谢谢，来年我们继续努力，谢谢。是的，每一部播得还不错的作品背后，其实都是体现出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。